大家都过来。加高温到摄氏100度。雕像都是匠人的作品，我一定要雕一座有生命的观像，我要把我全副的精神灌注进去，我要让你亲眼看到一座有生命的观像从我的手里雕出。可是老板，你为什么？老板，不要太难过，你的眼睛不好，你要多多的保重，早点休息，不要太劳累了。老板，我的身子骨还很硬了，怎么会太劳累呢？加阿摩尼亚。
真是不可思议。在这样的一个与火星的大气层完全相同的环境，这些小虫居然还能生存，并且哺育出完全健康的小虫来。我在怀疑火星上有生物的存在。宇宙真是一团未知的谜，越深入研究越使人陷入无底雾中。这也许是科学家们到了晚年都要信仰宗教的原因吧。嗯，而且最近考古学家在纳斯卡平原和恩拉瑞拉同时发现了两座史前时代遗留下来的远古飞行跑道。我在怀疑是不是4万年前就已经有外太空的智性动物来过地球。你是说他们来过地球以后留下来的遗迹？不错，我判断那个时候他们已经有了超过现代人类的高度头脑。超群，我想你的试验和判断将会使全世界的科学家和考古学家震惊，也许人类的历史因此重写呢。我想这还需要更多的证据来支持我的看法。你应该到世界各地去考察考察。为什么？为了我爸爸。赵伯伯怎么了？哎，昨天医生的报告，他得了青光眼，随时有失明的可能。我必须留在他身边照顾他，尽点人子的孝道。我爸爸太固执了，他晓得自己眼力不好，他还要在晚上工作。那你应该劝劝他。是你妹妹。嗯。爸爸，爸爸。嗯。赵伯伯。啊，是你们。爸爸，赵伯伯，您坐着，不用起来了。蓝纯这孩子真乖呀、啊。爸爸，是纯蓝，不是蓝纯呢。啊。哦、人老了，脑子也不灵光了。嗯。哎，这个洋玩意儿我不太习惯，我还是喜欢在油灯下工作，这样不但光线集中，而且光影的效果也好。爸爸，医生说过您不能在夜间工作，而且油灯太伤眼力，您的眼睛啊会更恶化的。哎，超群啊，你知道这是我一生中最后一件作品，我总得完成了它才退休啊。爸爸，这玩意儿你已经磕了它4年了。哎，超群啊，你怎么可以说关老爷是这玩意儿呢？爸爸，您磕这木头已经磕了4年了，4年就等于1460天，这实在太不经济了啊。你超群，你是科学家，你爸爸是艺术家，科学讲求速度，偏重实用的价值，而艺术贵在创作，是属于精神领域的东西，当然不能以时效跟实用来批判它的价值了。我只是赵伯伯眼睛不好，不能太劳累，尤其夜间工作更不合适。可是这座光像还没有完成啊。赵伯伯、啊、好的艺术品并不一定要完整啊。西洋有一位音乐家，他有一首交响曲才完成了2个乐章，照样的流传千古啊。唉，我不希望我的作品流传后世，我也不希望我的作品摆在美术馆里让后世的子子孙孙去参观。老实说，我把这座雕像当着有生命的东西，当着我自己，我有思想，他也有思想，当他达到完美无缺的时候，我自信神力将会再现。也就是说，当我刻完最后一刀一笔的时候，这一来武圣关公将会附身，产生出无比的神力。爸爸，您工作太劳累了。爸爸啊，你该多休息啊。不，我很清醒。您的儿子是太空科学家，在这20世纪科学时代的今天，哪会有？哎，赵伯伯、啊，您早点休息吧，我明天再来看你。啊、超群、嗯，你送我回家好吗？哎，好好。赵伯伯，您、啊、早点歇着了。好好好，爸爸，那我们走了。好。
你该早点回家休息吧。我想，我爸爸一定是工作太劳累了，得了精神幻想症。我看，你明天带他到医院去检查一下。怀疑我的脑子有毛病，他不相信20世纪的今天有神力，难道科学的力量就有办法证明没有神力的存在吗？超群啊，爸爸辛辛苦苦培养你读大学，让你成为一个太空科学家，你要研究的东西爸爸从来就没有反对过，难道你就一点也容不下爸爸的想法？超群，总有一天你会相信爸爸。好热。爸爸，你要上哪儿啊？我要到庙里去。这么热的天气，你怎么不带把伞呢？不用了，好好看家啊。我知道了，爸爸。天气显得特别的反常，气温高达摄氏38度，而且还有继续上升。怎么这么热啊？到目前为止，气象局还查不出何以气候会如此反常的原因。本台为了加强报道，每隔30分钟会再做最新的气象报告，希望各位听众密切收听。
哥，我跟你说啊，丽丽，你怎么又来了？我不是警告过你吗？这个地方不能够随便进来的。哥哥，你不要生气嘛，我是专门带彩色冰块来给你研究的。什么？彩色冰块？嗯，那你自己打开来看看吧。你又在耍什么花样？我告诉你，你以后再来烦我，我就对你不客气了。我不管爸爸怎么说。哥哥，是那些冰块融化了，我根本就没骗你。我还没问你，你昨天晚上几点钟回家的？我。李玉，你不好好念书，每天就跟那些阿飞混在一起开飞车，你不要命了？交交朋友，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在家里都快闷死了，每天冷冷清清的，爸爸成天躲在庙里敲敲打打，你又整天泡在这儿不回家，妈死了，没有人在关心我，没有人在跟我说话，每天要我念书念书念书，不把我闷死了才怪呢。你现在年纪轻，念书是你的工作，也是你的责任，你成天玩乐，这样下去你的生活还有什么意义？人嘛，生下来本来就是为了享乐，而你呢，每天研究太空科学，发展未来，等到你死了以后，能够享受到研究成果的也是后代的人，你根本就享受不到，那你的生活有什么意义呢？你说呢？你的想法太可怕了，如果每一个人都跟你一个想法，那么现在的人类还在过那种洪荒时代的生活呢。那有什么不好啊，自由自在的。我不跟你说话，我也不愿意再看到你，马上给我回家去。我，哼，丽丽，太不像话了。超群，小姐，嗯，小姐，你的驾驶执照给我看看。执照啊？整个消失了。吸引力怎么会突然消失了呢？
席日，合众国际社电，全球科学家们今日齐集香港，研讨最近在香港不断发生的异象原因，做了惊人的报告。香港在最近几天内不断发生反自然的异象，天气的反常，频频的地震，以及地心引力突然的消失等等。科学家们认为，这是因为太阳黑子不断的扩大，高能量核子物质不断自太阳喷射出来的结果，这将是地球行将毁灭的预兆。科学家们认为，这是因为太阳黑子不断的扩大，高能量的核子物质不断自太阳喷射出来的结果，种种迹象的显示，这将是地球行将毁灭的预兆。这个不明发光体绝对不是人类发射的人造卫星。何以鉴别？道理很简单，人造卫星会遵循一定的轨道航行，而这个不明发光体却远离轨道，而且以等光速的速度直飞地球。你认为会是什么呢？主任，主任，又不是流星，又不是人造卫星，到底是什么东西？这个我也不清楚，不过我可以确定，这种物体绝非人造的，因为目前美国现有火箭的速度最多每秒才能达到93000里，而我们研究成功的光学推进器呢，最高也只能达到134000里，但是这个怪物却以每秒186000里的等光速向我们冲过来。超群，你说有没有可能是外星球智性动物的产物？我也正在怀疑，也许是，也许不是。如果是的话，就可以证实你以前的判断没有错。我在怀疑，最近发生一连串的怪异现象，会不会跟这个不明发光体有关？那会不会是？嗯。妹妹失踪了，走。来了，来了，来了。
这里。这是我妹妹的东西，说实话，你们到底把她藏到哪里去了？没藏。没有，他自己飞上天的。哎，对，天的。胡说，人怎么会飞上天的？你们把他怎么样了？说，快说。没有啊，没有，他真是往天上飞的。没有啊。啊？会不会跟不明发光体有关啊？你这一定有问题，我要你们说实话，都到警署去。啊，爸爸，我们的女儿忽然不见了，不知被什么东西吸到天上去了。关老爷，我求求你，我求求你，保佑我女儿平安的回来，我求求你，我求求你。休息。我们走。我来找人，我来找人，我来找人，我来找人。
们人类不停地在外太空核磁制造的结果，核磁尘已经整个污染了我们外太空的轨道。我警告你们，在地球时间的48小时以内，自己毁灭科学发展中心，并且要保证不再举行核爆，否则我们要毁灭地球。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他们要毁灭香港，时间来不及了！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叫我哥哥来！叫我哥哥来！小姐，你这我哥哥来！国家安全紧急会议，你们总算相信我的话了。据设备的口述，我们可以肯定外太空人的外形大致如此，头大身小是他们整个的特征，身材的高度呢也相当于我们30层楼高，而且除了眼睛以外，它的全身都是纯白色，在头盔上有2到4个天线。姚博士，请你穿越一下。各位还有什么意见没有？以美国卫星所提供的资料来判断，火星上的大气层很稀薄，气温太低，可以肯定外太空人的皮肤的厚度。既然头大而身体小，这显示他们是善用头脑的超高智慧动物，他们的科学技术说不定已经超过我们人类500年至1000年，这是令我们非常担忧的事情。至于他们全身是纯白色，那又意味什么呢？坐。说不定他们已经能够应用科学的方法改造了自己的生理现象，全身的纯白色也许对于某种有害的射线具有反射的保护作用。我们再来参考一下这个图啊，我们看，市民请注意，请你们大家赶快撤退到安全的地方。本港市民请注意，请你们大家赶快撤退到安全的地方。请你们大家赶快撤退到安全的地方。本港市民请注意，请你们大家赶快撤退到安全的地方。
老板，出事了，吓都知道了，怎么了？你还急什么？快点，快点，到底是怎么回事？别担心，外太空要来了。根据现有的资料显示，飞碟能够以等光的速度横跨外太空，而且飞行时寂然无声，光是这点成就就让我们现有的科学技术落后100年。现在已经5:01了，5:01了、我们只剩下13个小时了。我在担心，以我们的武器恐怕对付不了他们。总得一试，不能太悲观了。要来的时候先活命。外太空人再来，我也不会离开这个工作室。你想想看，还有什么地方能够比这儿更安全呢？爸，全港的市民都在做疏散的准备。爸，您不要再故事了啊。赵伯伯，我们还是赶快离开吧。哎，关公会显灵保佑我们的。哎，爸，20世纪哪来的神？哪有神力呢？爸，您不要再迷信了。朝清啊，你是一个聪明的孩子，你想想看，2000年来在我们中国，甚至东南亚、韩国、日本一带，有好几亿人口都在信仰关老，现代科学都没有办法证明神力，又怎么能够抹杀它呢？再说这股庞大的精神力量是超自然超科学，既然外太空人也是超自然超科学的，那么这股精神力量不也正是克制他们的利器吗？爸爸，所谓关公的神力只不过是小说家的想象而已，就好像现在的电影都是在胡说八道一样啊。超群，哎，关公这个人的存在是历史的记载，并不是野史的杜撰。超群，你注意，你注意看他的脸，你看他那神圣不可侵犯的威仪，然后再回想他破五关斩六将的情形。科学的力量没有办法战胜外太空人的时候，你们为什么没有想到伟大的神力呢？爸，我很敬佩关公的忠勇，但是敬佩是一回事，迷信又是一回事啊。哎，这不是迷信啊，超群啊，你将会看到神力的再现啊。爸爸，您这不必要再劝我，我是不会离开这儿。赵伯伯，外太空人是真会来的，您待在这儿市区中心太危险了。哎，春楠，要劝的是他不是我，他不相信我，难道连你也不相信我？爸，请您离开这儿，您喜欢的观象可以一起带走。爸，我求你，我给您跪下。赵伯伯，你赶快，一定要离开这儿，再去就来不及了。赵伯伯，赵伯伯，赵伯伯，我求你快走，不要再固执了，再不走就会来不及了。赵伯伯，爸，赵伯伯，爸，
这块合成金属，它的硬度超过普通钢铁13倍以上。可以毁灭任何物体。这把镭射枪可算是当今地球上最厉害的武器了，有了它，我们可以抵抗外太空人了。各位，我们的生死存亡已经到最后的关头。镭射枪是否能对外太空人构成威胁，我们还不能预料。现在我要组织敢死队，携带镭射枪跟外太空人做最后的决斗。主任，我愿意去。我也去。我们也要去。我们一起去。爸爸，你怎么了？爸爸，你出去！我爸爸，
相关工，那一定会中国功夫。你们两个看我的。真是不可思议，那个神像也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木头而已啊。你爸爸的话果真应验了。我们身为太空科学家，研究成功的镭射枪，对外太空人来说就好像是儿童的玩具一样。我们身为太空科学家，不能抵抗外太空人，却要依赖所谓的神力，荒谬，真是太荒谬了。昌群，我还有个疑问，外太空人为什么会突然消失？在消失的当时，天空密布乌云。不错，当时我也曾注意到这个问题，只是我猜不透，这什么原因呢？我在想，也许跟太阳有关。乌云遮去了太阳。我明白了。啊！外太空人的威力一定是来自于太阳，他们的能源也一定是取自于源源不绝的无限光力。嗯，这么说，在当天破晓的时候，也就是外太空人再出现的时候了。对。爸爸，为什么关公不去追外太空人呢？真是想不透。
难道说连神力也敌不过外太空人吗？不，绝不可能。爸爸，既然你能使关公复活，为什么不同时赋给他更伟大的神力呢？玉啊，以你的观点，观象有不完美的地方吗？虽然我不懂，但是我总纳闷，关公的眼睛为什么要闭着的呢？啊，对对，我忘了，还没有点睛，关老爷像还不能算完整啊。但是爸爸，您的眼睛还看不到啊。一定要点睛，我不管看得到看不到，一定要点睛。爸爸，可是爸爸，您不能啊。如果点了睛，关老爷一定能够发挥更大的神力，他的眼威一定可以制服外太空人的。离日出的时间只剩下五分钟了，如果我们的判断没有错的话，那么五分钟以后香港要遭遇一次浩劫了。现在我们只好把一切的希望全寄托在我爸爸的观象上。春兰，时间紧迫，你尽快用无线电话通知警署，把全港的市民疏散到安全的地方去。好。给关老爷点睛，点了睛之后一定能够发挥更大的神力的。
害，好厉害！放光网，活捉他！